电视剧中《我好喜欢你》中乐观努力的童小优，也是电影《侍神令》中机敏执着的神乐。出道至今，秉持初心，为热爱之事努力，不断学习，让自己成长。沈月，这里，这里。学习让自己成长。谁呀？不玩这套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别说这个，别提那个事儿了啊。好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然后人在那儿拍照。好，开房。好，我们再站着问答环节，问答环节，不能放过你。对，哎，光光这边都行，都行，怎么办都行。好嘞，今天很漂亮。那有什么新的一年有什么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？新年计划就是希望来年可以多拍几部戏。好的，好的，让我们多期待一下你的新作品。好的，那谢谢，谢谢。再往后退退一点点。好，来先看中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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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先看中间。好，再来两张，再。我们看上面，上面，看中间，来。嗯。我看看，好。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右边。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月。非常欢迎沈月哈。我们之前一直听说你想要这个努力减肥，不知道现在减肥成果怎么样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就继续保持健康吧，就保持。有没有什么减肥的小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减肥的小秘诀就是不要着急，然后吃得健康，多运动。要健康，心态要稳哈。那其实之前很多信息总是发出来，但是会同步到微博上面，所以你平时的朋友圈会发什么内容比较多？就一些闲话，一些废话，就自己的一些小想法，对对对，吐槽啊什么的。那你比较怕自己的什么东西会被同步到微博上呢？我没有什么，都还可以。好，那其实说到朋友圈哈，你朋友圈有没有谁是发朋友圈次数特别频繁的，让你印象很深刻的？代购，代购，代购哦，所以你也会看代购的信息，没有把他们屏蔽掉。会。那谁是你朋友圈经常发丑照的呢？就自黑比较厉害的。自黑比较厉害的浪洋子吧。好，那这个2021年其实已经到来了哈。在2021年有没有什么愿望和 flag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2021年的愿望吗？就希望多拍一些戏，然后保持健康快乐。好，愿望肯定会实现的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盲盒，要麻烦沈月帮我们抽一下，看看会抽到什么样的问题。好。那对我们这个盲盒的问题呢，是2021有没有什么美好的祝福可以送给我们优酷网友的？祝大家牛运亨通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沈月的祝福，也希望你2021的愿望可以实现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